要帮你打小龙吗？还是所以说游戏看综艺啊。对啊，那中野游戏，中野强就完事了。哎，好爽的，好爽。啊，那这种这基本上自己就算是自己这边下路犯错误了，然后中野大爹能补回来，玩着玩着又能玩了，就很爽了。哎，游戏是这样子的，下路就长那样，还得是中上野啊，只能说还得是中上野啊，现在这个游戏啊。这么细节、啊、没事，两长剑就是刚。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
那坏了呀，这个线不帮我推的话，我推不进去吗？没事，三人自有妙计。别急别急，三人自有妙计。你也要来想一想，谁叫你这么走位的？这兄弟，我好像啊他妈的，什么意思？等等，检查一下自己 U 盘。不对呀，他们 Q 技能干嘛？低头看一下自己 U 盘是不是掉了？我操！洛也玩得很好啊，玩得挺飘逸的。该到点了吧，对面应该上票了。将来的事是好是坏没法预料，所以我才会即兴表演。我能走吗？我走。没点订阅的兄弟们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的订阅，大家可以点一下订阅。如果有免费的虎粮的话，可以送点虎粮支持一下主播。感谢大伙的订阅和礼物啊，谢谢大家送的虎粮，感谢各位。啊，晚上好。我顶 Elk 的号还是我顶姑妈 UC 的号啊？